再陪你提起一世怜悯戴心，黄山是有一圈树叶的可以。加十分了，而且你们要知道起头的是我。哎，他们哭了。你哭什么？这种故事有没有很好听？很好听。一起上学吧。台东专科，听说我们的台东专科是金曲歌后阿妹张惠妹的母校，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这边考考看阿妹的学弟学妹们究竟能不能顺利的唱出他们学姐的歌。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接歌大挑战，顺便找出有没有小阿妹。我们就直接呢抽抽看题目是什么，然后直接找出会唱的同学上来直接帮我们接歌。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抽第一题吧。好，我来抽第一首是彩虹。彩虹有会的举手吗？你一定会，他一脸就是小阿妹脸，你有看到吗？来来来，哎，他感觉看起来超会唱歌的。开场一下。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哎，等一下，哎，因为他唱的是另外一段，他跳了两句。哦，再给一次机会吗？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有机会吗？来吧。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当尖锐眼光，当刺耳声响，你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哇，完全不费力的唱出来。谢谢同学，而且后面还有和声，你明就会唱，你懂不？没事，你刚不举手，你奇怪耶。不好意思，你奇怪，等一下要给我举手哦。谦虚哦，好，来来来，下一题，我看一下哦。我抽到的这首歌是《如果你也听说》，如果你也听说，总会了吧？我真的没听过，怎么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我听到有恍然大悟的声音了，会吗？大家哦。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我？就不想通。有会。哦。哎，好好，来，他怎么？哎，他也看起来超强的，为什么？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我？好高啊。不同就还有，还是你了会心疼我。好多的话想对你说，一颗心，怎么一颗心选择一颗心没角落。哎，好好听哎！我刚觉得这 key 也太高了吧，我整个唱不上去，很厉害呢。平常就爱唱歌，对不对？对，天生的。阿妹的歌常常听，对，还有别的歌，哦，都会听。哦，那你等一下可以举手。哎，我得分，谢谢。谢谢这位同学，我们就来抽下一位同学。OK， 来，就这个了。连名带姓，来，这个。为什么每个看起来都很厉害？不是，他每个看起来都是一副很猛的感觉。再陪你提起一世连名带姓。黄山是有一圈树叶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是你没拆穿我。有没有搞错？加十分啦！哎，好屌哦！而且你们要知道，起头的是我。哎，很厉害呢！你有没有什么拿手歌？太聪明！好，我来听听看。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我载着你。等一下，我有点紧张。你有考虑当歌手吗？刚有那个森林之王的感觉，你知道吗？哎，我说你有去参加过任何对唱歌比赛吗？八月的时候有去参加台东的为爱唱出第一名，对。那很厉害，我想再听一首。要听什么？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
梦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So I， 我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哇，他唱的好甜哦，他唱的好甜哦。真的，而且重点是他刚一个我以为是我听那个音箱在那个，你知道吗？自带 echo 的感觉。真的，你真的很厉害哎。跟观众说一下你是什么名字？我叫李慧媛。然后要在自己的社群发表作品，对对对 ，cover 也好啊。我期待看到你就是发光发热，好不好？没错。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我来抽下一位哦。哦。人质。人质谁会？人质。都会吧，哎，又是他，你不要帮他代打。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没有人有吗？没有人会吗？还是只有我们的会员呢？那我们就只好再选出来。他要帮我们扛整集吗？高歌一曲。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打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为什么后面这样后面哭了？哎，快哭！你哭什么？很好听，很好听，太好听了，太好听，好听到哭。好，谢谢你，谢谢会员，谢谢。好，我抽。好哦，这首歌不该，不该，一男一女有没有？不该，同学有没有会唱不该啊？哇，居居，那这题你没有得分。好，那我们抽下一个。哎，听海。你们这里都是海，天天可以听海，有人会吗？听海哭的声音。你以为我没得分，你就可以得分吗？啊？搞什么？没有啊，没有的话，那我要抽下一个喽。好，来，那你抽下一个。好，换，抽下一个。我要快乐，有没有听过？来，来了，欢迎，来，欢迎，来，欢迎。直接把他拱上了。看一下，好嘞。哎，怎么了？怎么了？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暖水的安稳。有些人买了才能，我早应该割舍。他拉一小段，我们可以小提示，让你可不可以唱出来？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对，我得分了。哎，我只唱了三个字，他就会了。谢谢你帮我得一分，谢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是不好听的，哎，很扯哎。有啊。我们平常有啦，对啊对啊。你又不算，你算什么东西呀？我来。哇，你讲话很难听嘞。好，抽到了。好来，我看一下我的是什么。哦，好，姐妹。姐妹有没有？姐妹有没有会唱？那你会起 key 吗？起一个给大家，五六七八。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这样听出来我在唱什么吗？一片死寂。没错。没有姐妹，不好意思。没有爸妈。Oh my god，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什么？真实，有人知道真实吗？很厉害，好，你来，那就是你。上场。你过来。心痛比快乐更真实。你问了这是第几次？等，我忘记歌词。好，没关系，看来是接不出来，没关系。那我们直接给你看。但声音很好听。对，来。心痛比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这样的讽刺？我忘了这是第几次，一见你就无法坚持。孤独比拥抱更真实，爱让人失去了理智。哦，对，不是，哎，好厉害的。他们的唱歌不会唱歌，跟我的不会唱歌有点差，有点多。对啊，他们的不会唱歌是这样哦。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自带一个就是真的很厉害的那种声音？哎，果然就是天生的，就是天生的，上天的礼物的那种感觉。没错。好厉害呢。
谢谢你出来，虽然没有得分，但是很好听。谢谢。厉害。我们今天呢，台东专科的阿妹接场就到这边结束了。好像每个都这么好。真的好多小阿妹哦，是真的有小阿妹的感觉。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大家？真的好厉害，你们学校这么多厉害的同学。但你输了，我的分数比较多。你请问你的惩罚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直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OK， 我怎么会没有气泡音啊？我这个单元我不来了。好了，辛苦你了，谢谢你，好不好？谢谢台东专科的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阿妹街上挑战就到这边结束了。最后，喜欢我们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好，我们下次见，拜拜。大完美。踩着你的心。要再一次确定 ，So，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